早期金门土地贫瘠，发展困难，生活困苦，需要透过菲律宾金侨的侨汇才能改善家庭的经济环境。然而经过了几十年之后，现代金门的发展已不可同日而语，观光业发达，名产高粱酒已行销全世界，金门成为台湾富裕的乡镇之一，人民的生活更加安居乐业。吕宋客是金门人称呼早期吕非归乡的金侨。旧时距离金门遥远的吕宋，曾经被视为是南洋淘金的理想国度。离乡多年的金侨对故乡向往的乡愁仍不散，就像这番薯藤绵绵远远紧紧缠绕，在生活、信仰和家庭教育当中如影随形。我都在金门人，我就当你不做金门的会长，就当你都不在做，那是我的根建议的。我林清山的时候，你都跟我说，就是我当年讲叫他做，我连那个会长 Alex 哦，你不先讲，我都叫他当年做，因为有时的时候那阵，俺都看看都无所谓啊。无计个上时期啦，阮一摆带两三个，啊，就安着放一挂，无个生理就说无。那个讲这个是咱的祖家啊，咱的军官，这阮的军，咱的军就伫遮来的，可以明白了，安因啊。菲律宾号称千岛之国，大小岛屿有7000多个，岛屿众多，幅员辽阔。受西班牙和美国统治过，在生活习惯、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上影响很深，而在经济上呢，则仰赖华人颇多。2012年的马尼拉，在喧闹中流泻出400多年建成历史的沉着，一座现代大厦与古老建筑并陈的国际都市，热闹纷杂的旧市场，一转弯呢？是巴洛克风格的大教堂，或者沿着宽阔大道走进离场纪念公园，也可纵横进入西班牙古城区，凭吊回溯它壮烈旧意的最后一程。这就是马尼拉，融合了许多移民而建立的城市。金门关澳龙凤宫奉祀着妈祖和广泽尊王，也随着金侨到了海外，成为当地华人的精神支柱。进入马尼拉市区内，华人信仰中心大千寺，更能体会宗教融合的景况。神坛上、楼板上，圣母玛利亚、耶稣侧立两旁，主体是中央有如神明大会的神坛，尊奉着华人熟悉的神明，金门人熟悉的广泽尊王和妈祖都在其中，他们和金门原乡龙凤宫的神祇都有类似的庄严仪容。这般慈颜之下，在过去百年，不知慰藉了多少孤单在异地奋斗的异乡人。华人把烧香的仪式带进了菲律宾的信仰当中，在街头古老的墙上，人们以一根燃烧的清香虔诚祈求耶和华保佑。这样的仪式呢，已经进行上百年了。若非亲眼所见，难以想象妈祖到了菲律宾，和圣母玛利亚并列在天主堂的教堂里头。然而，这就是真实的故事。1954年，全世界天主教在菲律宾举行祈祷大会，教宗特封妈祖为天主教七圣母之一，并隆重地为妈祖加冠。我天的这茶是妈祖，好，妈祖一直在起这庙。不过菲律宾人也迄阵伫徛迄个所在，过是钓鱼人个，大家过去找一个这些妈祖，所以点妈祖哦，在菲律宾人将会变改换衫。哇，做较西番的衫哦，做变做红的圣母玛利亚，之前是差不多400几年的历史咯个。迄阵时是叫伊为之前圣母玛利亚，
唔过伊是信佛，佛教因捌圣母玛利亚什么样，所以用观音菩萨的像个画一张图，所以这张图那是叫做观音 Mary。好，咱佛教有个观音妈徛咧莲花，对不对？你看遐侪莲花，所以也是咱佛教的一个影响。西班牙人到菲律宾时阵，个吼就是重点是要来传宗教，哈，伊就踮一个王城内，一个王城内，从因个红个因个政府个就伫个王城内个。啊，中国迄阵广东交福建咧闹饥荒，所以也侪中国人就来到菲律宾来食无药个。不过，中在中国人个无读着册，所以也侪人就是卖最近个。所以在中国人徛个所在就叫做巴连。早时个中国人哦，就是坐种个三板船个吼来菲律宾。交本地的菲律宾人哦，做生意，啊，因做生意，中国人带的来带的物件较最贵，丝绸咯、夹跩跩物件个，换菲律宾哦，诶，本地一打土产个，啊，啊，那较有店面的，就是头一位哦，是咧拍金，一个咧卖果子，一个咧卖指甲油，咱指甲油个卖马路、卖布、卖衫个，啊，迄边有一个是一个剪。剪头师傅个，岁月流转，异乡变故乡，墙上熟悉的文字，默默镶着思念的乡愁。不知移居他处的原乡人，如今安好否？乡音无改鬓毛衰，寻访94岁的老金桥，听着亲切的金门腔。聊起旧日横越海洋移居菲律宾谋生的沧桑，那情景如在昨日。我是萧德忠，是金门金沙镇当小兄。我1936年对金门啊来到厦门，是大安庆的船啊来到马尼拉，这船就。这个本地的船呢，去到宿务的彼岸，就是住我的阿兄的店来。我迄个阿兄的船呢，是伫咧做这个面头干咯，甲阿伫咧做土产，哦，啊，阿伫咧做牙关，哦，所以一七八四三十六年来啊，七个我的第三兄都到金门去看酒。37年啊，日本啊来占金门，一阵未到，一阵就走嘞。哦，啊，我到个1948年到马尼拉，甲伊结婚。哦，啊，结婚了的时阵呢，真啊，我就个倒去金门，倒金门啦。啊，这每年的时阵啊，这金门同学那么多金门的，我特是特得登去。哈哈移居到菲律宾的华人，金门侨民不少。一世纪以来，他们与故乡的连结根深藤绵。伊里岸、卡加烟、宿务和马尼拉等城市是金侨最主要的聚集地。早期来的金门人因同乡情谊而合伙做生意，相互的扶持，也照顾后来前来谋生的金门同乡。萧德宗和朋友设立的金山公司，早年生意兴隆，打下良好基础。啊，我呢这个早期的公司就是或者金山公司，是大里间个。高中人萧清典，啊，个我萧德宗，个一个杨永龙是，个一个柯文添，哦，个一个吴辉阳，啊，我在最近就创着金山公司在，啊，咧做牙官，啊，咧做米饭，教阮古人做生，吼，啊，咧做堂客咧做，哇，啊这。从旧照片隐约能回想当年金山公司成立的盛况，相片当中的创建人英姿焕发，曾经创造繁荣的景象，而在多年之后，金山公司结束以后呢，都各有发展。当时除了金山公司，尚有另外一家由数位金门人成立的联方公司，也以买卖椰干、土产和日用品为主。
早期金桥之间最可贵的是对同乡情谊的重视。凡是新来的金门人踏上菲律宾的土地，同乡的协助随之而来，带领着他们安顿身心，在异乡得到故乡的温暖，再出发，再去打拼。从多位奋斗有成的侨民故事，就能理解番薯之子在异乡刻苦耐劳、落地生根的动人历程。林克凯家族出身后埔北门的望族，总兵署后面朱埔北路12巷5号百年玉兰花下的三落大厝，东门外吴江溪旁的林家花园，就是林家祖居之地。林家在马尼拉和卡加烟都有土地，约是金门面积的1/3大。老大林克凯先生在卡加烟创建了林克凯父子有限公司，经营玉米原料厂和百货商场，十分成功，回馈金门乡里很多，也曾经捐赠金门高中大礼堂。老三林克山是第一、第二任的菲律宾金门同乡会的理事长，如今子孙满堂，和乐融融，所以高龄91，对当年离乡打拼的故事，他如数家珍。第几代我是第二代了，阮老爸来了，伊要来吃了，咱知影。伊在长沙街口，大家嘛想要落番要出摊吃。我的阿公哦，伊嫁个哦姓张的，伊是本地这边的啦。菲律宾无法当随便来啦，无只有朋友啊亲戚的话啦。啊，所以从外来，哎来了就去做生意啊，开店啊。阮那是大阿兄，伊家己做，哦，伊真发达，伊做真发达。你个个，你若咧明，咱一日半日落去，恁就会知生意做真大。啊，我是迄第二阿兄甲我，阮两个才三甲做，阮无兄弟无，各方各人家己，就家己拍拼。啊，做迄阵，第二阿兄，阮第一对是咧开店，我个个安。啊，我只问伊啦，当然问伊也是伫买板啦，你唔知影，买迄些落去，甲家人来卖啦。我只买共买赔落去安尼，咱有人才管我，若无人你落去，挑工着去坐船起来买，啊，真正比较贵。阮本地食，啊，是安尼，啊，就生意才头头做头大。林克山夫妇定居马尼拉之后，初期经营电子公司。后来转型经营成衣厂，在1970到90年代，菲律宾经济大好时期，曾有5000名工人的规模，生意兴隆。虽有经济萧条的考验，仍维持相当的规模。林克山退休之后，将事业交由孩子们共同经营。林家兄弟各发挥专长，合作无间，将家族事业又扩及到冷冻事业。并成为菲律宾国内素食业和冰品业的好伙伴。在常年炎热的马尼拉，林家冷冻厂的业务逐年蒸蒸日上。阮开始哦，是阮爸爸妈妈开始哦。我迄阵那个细汉哦，1965年，阮爸爸开始一个电子的公司，就是咧做迄无线电啊、电视咯，迄样开始讲。了1979年哦，阮才去做生意个，生意出高生意啊，生意了，阮有创一寡迄地哦，以前做那个生意个哦，阮个创做冷冻啦，冷冻阮即阵13间，个是全菲律宾有13间哦，就是像伊因遐一寡咧卖肯塔基个鸡腱哦，就是一寡粿，互阮咧冰伫阮遐冷冻咧个，像遐咧做。冰淇淋也是伫阮遐冷冻咧，共方便个，所以生意是袂歹啦。身具生意头脑的林克凯，在二次大战日本结束占据菲律宾之后，在卡加烟接收玉米原料工厂，从一个厂房开始生产，慢慢的扩厂，并改良生产技术，使产量大增，它的销量几乎占菲律宾整个市场一半以上。近几十年来，接手经营林克凯集团的林分树，除了投资新建现代玉米原料工厂，也和林明脑等家人开发土地，新建卡加烟最大的商场。
在商场里头有好几百家店，创造许多工作机会，对当地经济发展帮助很大。从街道公车的林克凯路就能看出林克凯集团在当地庞大的影响力。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林克凯中心哦，也是伫个间流落区，因说讲是这个城市的中心点，然后是最得欢迎的所在。即搭南除了购物中心，各项各个伫商业中心去支持搭，所以即搭的市内人哦，大家要来这个所在哦，自然哦。大家爱找这个车，这个咧经营经车的人哦，为着厝方便，啊，来要招客，所以就写林克凯名，啊，让人会晓知影讲来到这个所在。林克凯和林克山家族虽然分居不同城市，各有发展，回馈乡里的心却是相同的。他们不忘故土，定期回归故乡，重温故里的美好人情。在异乡则发挥金门人刻苦从商的智慧，勤劳克俭，团结一气，分别创造事业的心理程碑，事业版图持续拓展，也扩大社会影响力。1985年，金门文化访问团到达菲律宾，兴起金侨浓厚的乡情，凝聚他们的心力。马尼拉的金侨成立了金门同乡会馆，运作至今已经超过20年。在个人会长的努力下，金侨的情感更加紧密，更加团结。好，早时哦，那无教啊，阮市大人哦，叫这个，阮这个局长哦，因在较热心的人哦，组织这个金门会哦。真实是真浓的啦，袂无啥咧联络啦。那是讲菲律宾的金门的花哦，最第早的哦是伊里干啦。因为迄个点钟哦，迄带哦较好做生意啦，所以至亲的哦，啊是说朋友哦，比比咱金门人哦咧说要来菲律宾哦，参加哦，因就是拢个招去搭。所以迄代的生意人哦，大家做较发达啦。啊，那么尼拉哦，马尼拉是较机会也是有哦，但是较少啦。金门同乡会的会务已由中壮年一代接手，尽管事业忙碌，仍定期聚会商议会务。啊，有啦，阮金门会哦，虽然哦一年哦有两摆会用活动个，就是咧庆祝一个春节个。每中秋哦，啊，每一个会员哦，就是一人煮一项菜哦，三个起啊去留咧咱食个，食了得半得半半饼啦。迄个就是跟咱说，一年哦有两摆联络的感情个样个啦。因为啊，无是安真涣散啦，哦。新任会长李建明经营冷气风管风箱的制造，他的经营哲学在于诚信和实在，重信用重品质，符合金门人事事讲求实在的风格。伊就是讲一句讲说，你若无注意要读册，哦，就是着去想趁食咯，到将来到迄个前途。啊，我迄阵14岁。就是叫阮爸爸到三江迄间小店哦，到我4点哦，下晡哦，4点、4点半哦，我就去上班咯，读册咯。以我的用的是讲说，头一就是信用个吼，啊，第二项就是说，着奋斗啊，就是着爱拍拼个，交人做生意就是。了钱，你若交人讲这个计较，因为原料有阵起起落落啊，吼、哦，啊那去起价去，等就是着吹鸡滚咖喱咯，啊那有法咯啊，哦，因为咱为着要顾伊个信用啊，哦，第二项就是说积少成多啦，咱若交人做生意哦，大钱要互咱赚，咱也是着做，
小姊妹和咱谈，咱也是得做嘛。哦，因为咱要顾客嘛。卡加烟必定要拜访卡加烟金门同乡会的老会长陈廷国，他在卡加烟打拼超过一甲子，如今事业有成，家庭和乐，温暖的氛围充分呈现了老会长的真性情。陈廷国的老家在金门的横街仔，他记得那是金门最热闹的街道，如今谈起故里仍然历历在目。闲暇之余，健朗的会长和妻子一起照顾后院的小菜园，谈到自己的成功，他把功劳归注于妻子，总说年轻时忙于船务，多亏妻子照料家庭，让他无后顾之忧，才能创建一家中型商场，并拥有土地、房产、仓库，传承给儿子们来管理。我十二岁中间，日本就拍咱金门。拍咱金门的时阵，我才走去内地去三年。以前的生活，到第四年、第三年尾，我才来回日本。以前我都十二岁就走了，我走日本，到十五岁才来回日本。我来就是我一阿姊伫食啦，啊来的时阵啊，过年我就去食人的头路啦，无搁再继续读册啦，啊落尾才家己做生意啦。我的做会长就是为着顶摆迄个金门文化中心来遮表演呐、啊，全为我做就是临时的组织啦，安尼啦，啊过后等。要组织这个金门同乡会，伊才转煞为我做会长安尼啦。没有乡亲到访，陈廷国都尽地主之谊，家人还组成小金门乐团，在海边别墅与乡亲以音乐交心，颇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味道。天涯海角处有台湾歌谣回荡着，隔着海呼唤遥远的故乡，波涛重重，思念也重重复重重，尽管岁月老去，思乡之情依旧历久弥新。Thank you.
在菲律宾的城市中，金桥分布最多的是伊里岸和宿务，这是有历史因素的。因为早年金门人在伊里岸成立公司，在伊里岸和宿务之间买卖椰干等货品，慢慢地聚集了不少的金门人，使得伊里岸和宿务的金桥开枝散叶，生根异乡。马尼拉有一间中西学院，是菲律宾设立最早的华文学校，而在伊里岸的兰老中华学校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半世纪之前有体悟到华人教育重要性的金桥贤达们齐心齐力催生而成的。因为咱这华侨，我感觉讲这个侨教是真重要吧。我这侨教就是无华侨了，所以迄阵就是由阮爸爸的爸爸，因在长辈吼来。那是组织嘛，啊，迄阵虽然是真艰苦，大家是真热心啦，为了这个在行旅游，所以迄阵读个呢，拢总计个免费。啊，阵开始的时阵，拄好一个也是咱金门人，伊是一米比较矮，叫做柯碧勇，再来担任啊这校长。啊，阵学堂的时阵。是伫市内的一间茶，那茶厝啊。啊，学生呢无甲偌济个啦。啊，到后来呢，学生斗多咯。啊，再起一间啊那两层楼，才有这个商会。迄阵的学生吼，一家长个个是中国来的个，所以家庭内面讲了人。伫学堂也是讲了难话，所以即阵阮即文科因刷落来，个个会晓讲了难话啦。啊，到我到刷来呢，啊，就是无了。迄阵阮咧读个时阵呢，是模仿台湾的迄个汉文的课程，所以一点啊，一日有四堂啊五堂的汉文。英文只有两堂啦，因为菲律宾政府对甲咱限制，只那有法通上两点钟的汉文课尔。上早起时上英文，下晡时上汉文，规班啊就无法咯。伊甲咱限制，限咱两点钟两小时尔，所以咱嘛是安尼，嘛是安尼照安尼做，所以汉文的。汉文的课程哪来哪倒，即阵咱剩一日一点钟的汉文课尔，所以即阵吼就是咧，咱即间学堂尽量有将咱的中华的中国文化传予遮囡仔，尽量有法通教因的语言上甲因有法通讲几句啊，文化小可亲像安尼，像这有咱中国这人西咯。过年，阮就人西，还互遐囡仔看，我这是咱中国的其中一款的文化。我读册的时阵，差不多是民国五十几年的时阵哦。阮阿哥差不多有365至400学生。现主席吼，像今年啦，差不多198，去年205，差不多伫遮尔。而且这学生哦，较侪计是菲律宾人咯。菲律宾人，那咱华侨的子弟无真多，才无几个尔。特别的是，伊里岸的金桥除了经营买卖，也从事教职，甚至开始涉足政治，成为当地政治的重要栋梁。伊里岸副市长李亨利正是开此风气的第一人。生起来，咱遮伊里间有两个金门人咯，我做副市长，啊，一个是做市议员，所以迄市议员是头一任的，哦，啊，我即帮是这个是第三任的副市长，我也是已经经过三任的市议员。
迄阵伊会去参加这个政府的这个市议员咯，这也是阮老爸的一种的鼓励，因为伊认为讲，咱都参政，才有迄个权力提出什么对咱华侨有利益的所在，所以迄阵阮老爸也是真鼓励伊都去参加。啊，参加的点阵，我是甲伊问讲，每一任我若赢咯。我要送两间校舍，所以到现在我已经送十间校舍。每两年都伫选举的点钟，啊，因都献校舍，啊，咱都去甲因讨啊。所以我都甲讨，讨来拢甲起来，差不多已经有五十间的校舍咯。连我十间咯，已经六十几间了啦。所以反而对咱较迄落个，较尊重落个，因为咱是要互跩。啊，迄落学生，迄落较无钱嘅迄落所在啦。经过几代的繁衍，金桥已经融入当地生活文化，不少人改信天主教。然而，他们也把华人的信仰仪式带进天主教，处处可见华人信仰和当地天主教相互融入的痕迹。甚且在教堂里头能看到钵的使用和焚香敬奉耶稣的仪式，当然也保存中国传统的道教，像在义里岸中华商会的传统信仰就是当年从金门引进的祭祀，或如宿务的定光宝殿，建在1972年，由当地华人集资兴建，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结晶，庙里供奉老子，每天都有人登上通往宝殿的81级台阶焚香祝祷，这里呢也成为宿务特殊的宗教名胜。在伊里岸和宿务，薛氏后人颇多，他们都是来自金门珠山的薛家村，而薛家村呢正是金门最多落番的村庄。薛家聚落在四面环山的山凹谷地，600年前即有薛氏宗族来此地垦殖。在村中呢，有七座大小水潭形成七星池。珠山村100多户建于清朝年间的传统闽式房舍，都是围绕着中间的大潭以八卦走向而建的，建成像是蜘蛛网般的聚落。如今保存完整的珠山村仍旧维持薛姓血缘聚集着。薛家吕宋克返乡之后，也积极村内的建设，使珠山村曾经是金门最多有钱人聚居的地方。尤其薛永南兄弟洋楼，它是珠山村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以山坡上的菲律宾式的洋楼为中心，旁边还有大夫地、下三落、围墙内、三盖廊等宅邸。啊，我就是阮四大人哦，头一个来下里岸啦，来就是在下里岸做生意啦，甲因兄弟啦，甲这个四英堂，哦，啊，甲日本时阵定了伫下里岸，下里岸焦土啦，烧了了啦，所有生意做全部计烧烧去啦，哦，啊，甲公后以后，才过来做生意，搁再甲人相夹无。因为我伫金门的时阵哦，我珠山是读到小学毕业啦，再来金中读册啦。36年我是伫金中咧读册啦，37年我才走来厦门国论师读册啦。国论师过来，过过年38年再来闽南啦，再来宿务闽南读册，过再读一年，过来宿务过读一年，读到甲战士哦。第二次世界大战，迄阵因家兄弟已经退休了，啊，我才来个。阮爸真早吼，就是交阮阿公，就是做米做麦。啊，较早对金门来的时阵，无钱，就是做米麦买卖。啊，我咧读册的时阵，阮爸迄阵是真艰苦。所以阮细汉，阮遮兄弟拢总是，大家是读奖学金的，
走路去学堂的，啊，阮老母就是早起时就四点甲你叫起来，就读册。啊，伫迄阵，甲1979年、70年倒来菲律宾过年，啊，就全无过去了。伊犁岸热闹的街道上，金门同乡会老会长薛祖斌的店铺就坐落在这里，店里生意兴隆。能够想象当年一群到伊犁岸做买卖的金门人，他们繁忙的身影。几十年过去了，这样鲸鱼生意的后代子孙仍不断地在这个城市当中写着移民的历史。第一早来的是1856年，我按照来是1880年，有趁车才带这囡仔来。啊，这囡仔就是大石，我按照大石。啊，看飞莲，啊，做伊个干草。个，我咧按讲四英仔，这第三代咯。个，我妈林国敬，迄是后婆人。伊回基础1900年来菲律宾，1930我出世，战争三辈到金门，我甲我老母。我老爸已经过来的菲律宾了，我来搭船来，我1938来，我记得是两个兄弟做，姓李，甘里头，甲我祖孙两个兄弟做，啊，较早我算的，这无一个第七代啊，普通是五代，阮七代了。伫这个100分的。金门桥吼，姓氏的甲姓李的，差不多占80%。所以姓氏甲姓李的呢，迄阵咯接触真近，所以真侪通婚啊，姓氏嫁姓李，姓李嫁姓氏。去三元咯，三元的迄路我下三元的。素物同乡会的办公室小而美，情谊深而浓。在前后任会长的号召下，素物金桥感情更深厚了。现在这阵遐真旧的所在了啦，真旧的所在。较早的会长是做一年，啊，做群隆重是做两年啦，因为一年有时做无什么代志哦。啊，咱开始主要我迄阵是有两个目的啦。头一个目的就是讲，咱金门中会会过去若有在开会，还是在闹热闹，隆重唔知影讲迄是啥物人，啊我是啥物人，隆重平平唔相捌，来食饭咧，全搁再分开去啦。哦，所以我迄阵主要就是讲将隆重食人家集合，大家人的目录。隆重看伊出世生日，上隆重事业隆重，给集合起来，再创这本红的这个目录，创一本出来。啊，第二年是本正是要去记录咱菲律宾的政府讲咱说无金门同乡会是有记录菲律宾政府，因为咱成立的时阵是大约在1946年，但是。过去到啊到2009的时阵，咱无去甲政府声明讲，咱有登记伫菲律宾政府的册咧。所以普通那台湾政府若要来问咱讲，都印章，都啥物物件，咱印章无力，因为菲律宾政府无承认讲，你有去来，你有来咱菲律宾政府登记咯。所以迄个咱有开始创，但是无全无过继续创啦。我会记得，那亲像讲，我阿伯结婚以前哦，就有这个素物金门同乡会啦。啊，就是只只差不多将十个按三甲来啊，讲啊组织聚会，啊大家三甲联络感情安尼啦。因为金门人哦，阿伯甲人冤家，哦，有时。咱所做的代志，无什么犯法的代志啦，正常的生理啦，啊，正常的社会活动安尼啦，所以因
因外部的人哦，因即落因从泉州即块的人哦，真尊重金门人啊。因为阮我较早来的时阵，我四大人哦，闽南有个人做生意啦，三甲一个生意啦。伊的目的就是讲，哪亲是讲金门人若来哦，有一个住卡，有一个住卡，再看你要去倒落去做生意啊什么哦。迄则是另外一个代志啦。伊个目的就是讲要帮助金门人有一个住卡啦，住卡店啦。如今吕宋客不只是古老的称呼，也是现代新金桥的身份。去国多年，乡音无改，记忆犹新，更不因回乡的遥远而疏远了。阮原本四周啊，阮安讲名个周标，迄阵伊在金门市的时无放手续哦，所以阮老爸就买手续来菲律宾。迄阵咱迄一个咱讲迄个手续叫大礼，买大礼吧，买大礼就是讲有一寡人报假报讲伊长山有囝查某囝，啊咱家买遐就用个名来菲律宾讲。所以阮老爸总该买的是大礼，是姓丁嘛，丁嘛，丁小平的丁 ，DNG。所以伊姓丁，伊来菲律宾哦。阮老爸是舅妈仔个，但是伊买大礼是买个丁山个，准来菲律宾，来菲律宾服务哦，阮做生意啦。过去老一辈的吕宋客每年回乡祭祖探亲，那是不忘本的初衷。心中最美的依旧是家乡风景，最甜的依旧是家乡的水，最绵密的依旧是故土长出的番薯滋味。有了这些，吕宋客离乡再远都是金门子弟。多年来，为了慰劳金桥的思乡之情，金门乡亲也多次组团造访菲律宾。从金门青年文化访问团公演到金门县政府访问团，年代不同，交流联系的心意同样是绵远而热络的。这阵咱的同乡会哦，目前是只有差不多两三百个卡有得来参加，老爹参加开会安尼啦，啊，经常是一年。一卖、两卖、三卖，侪侪咯。啊，真因为咱无啥物节目吼，啊，有诶真侪遮人，真侪讲唔捌去金门诶吼，咱交伊安尼在接触吼，真艰苦，讲要给他介绍讲金门是怎啊。所以我是希望讲恁即摆来吼，唔再会做讲有翕金门诶特别啥物。诶，风景啊，是讲十五分钟，啊是半点钟的一个金门的节目吼，所以咱真啊有集合，咱通用这个来互咱遮金门同乡会啦，遮人通看。不管在哪个城市，总能听到金桥对返乡祭祖的重视，那是根，那是源，番薯藤攀岩再远。都离不了埋土的根，离不了发源的土地，也道出了吕宋客心中那片美丽的向往。尽管时日旷远，时代变迁，心头回首遥望的还是金门屿。有啊，有一块祖厝，我若有去金门哦，吼，我就该探听阮来关生外的搭个吼。看因什么人伫遐哦，带阮去个去祖厝去点香这个咯，哎呦，放一条钱互伊个说，那跩年岁哦，你着去个敬者去个红个，我说伊都保庇阮跩一个国外个，跩家孙，大家都也是生意搁做袂歹嘛，发达嘛。我一囝已经有带四个去咯，孙。干也无咧呐，有可能伊哦落去，伊若较大汉哦，较会较敢若说，咱伊你细汉带去无影响啊，
所以你若较正十岁、十外岁咯，应该带去哦，伊会较有好印象啦。我对我的囡哦，我真严格，我当面甲因说，我讲我做一老爸，我是一个好老爸，我栽培恁五个囡仔，恁娘子到今仔日，恁也有真贵的学业，然后恁伫外国也有这个外国护照，然后我老爸我老子在资产也是好人，然后你伫做囡仔点钟。我整个人，我真大牺牲，你把你培养大起来，我真多点睛护你，我护你的爱真高雅。我就是贵人，我的除了我的事业以外，我就是去关照恁，就来教恁大汉。但是我到这日子哦，我无咧甲恁讨一款的回报，我只要求你一项，恁爱认清恁是什么人。恁就是中国人，恁的家乡就是金门，这个唔通挂袂记的。这是我要求恁对我的报答，别项无需要。有啊，阮老爸我的点钟，同埋有阮提起关于金门的代志啊。特别是阮老母，经常同埋提起伊最近啊，伫金门的代志，互阮听，所以阮对这金门真有印象。然后阮老爸有同埋阮说，一来那事业生意最大咯，发展大咯。应该都去金门去创业。每位金桥的奋斗故事都是菲律宾出洋客故事的重要拼图之一，在他们身上令人感受到金门子民强悍的生命力，坚强求生存的智慧，也看到他们不忘本的精神，带领着一代又一代在异乡落地生根的金门子孙继续的发光发热。